真的好，那我请我们会长一一来为我们介绍。好，首先呢，还是我们这个团能够成立，当然就是要有我们的团长对我们大家的贡献，还有这个团的存在啊。首先先介绍我们的贝斯手是我们的团长纪老师。接下来，刚刚我在唱红歌红歌里啊，那个弹琴弹得非常精的那一位，就是我们的吉他手之一，我们的吉他手爱德华。刚刚跟你帮他们拍一个中元节的广告。有，你说那个杰森吗？就是一个那个恐怖片的主角杰森嘛。对。然后就戴那个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13号星期五啊，那个面具，那个主角叫杰森啊，对，然后就戴一个那个曲棍球的面具啊，然后拍了一个，然后全脸的广告，对，含着感恩的心，对，而且我们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，对，然后就看到那个他站在那边弹那个电吉他，他弹感恩的心，是，然后最后才发现什么事。就是原来他是在说我们那个要拜好朋友啊，对啊，然后那个杰森就出来弹电吉他，弹那个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，在拜他们。哎呦，看完真的还蛮毛骨悚然的，但是也还蛮有创意的。对，我觉得有创意啊，可是因为爱德华太瘦了，他不像。不像啊，真的不像啊，没关系，所以这次不玩，下次帮你找剪刀手爱德华，下次带剪刀来。带剪刀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我来介绍哈。那接下来呢，也是我们的，也是完全是我们的栋梁啊。好，我们的吉他之神，我们的 E 老师。我们的团员其实姓名都还蛮特别的，对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姓都蛮特别的，姓纪、姓易，都是不是很常见，对，算比较少见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好记，对，就是少见才好。刚好姓刘，啊，老刘嘛，小刘嘛，没人姓啊，我们那个其他总直接说没人姓，对不对？不会啦，应该蛮有人姓的。对啊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好，再来介绍我们非常酷的一个，我们非常酷的，真的，我们团没有他，这个节奏不成节奏啊，是要不成就啊。没错。好，介绍我们最帅气、最帅气、最厉害的鼓手，我们的雷萨老师。真的，打鼓是不用看谱的，完全就直接。照感觉啦，你可能要问一下老师。没有啦，我第一次问。对。因为夏老师非常厉害，其实每次我们的一些不管曲目多困难，他都会想办法把他就是帮我们看进来。好，我的节奏都非常好，那我们就好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。这个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有再来动机的歌。对啊。对。是我们最美丽的低保手，这个诗源老师。对啊，超美的，可惜啊，结婚了，没花有福了，对啊，男生就不用来问电话了，不用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就，就是我女主唱猫，因为你喜欢猫吗？对，你看我今天衣服都是猫哎，难怪要叫喵，真的，这是一定要的喵，人家有黄小虎，这个有周小喵。我可以跟小虎老师比吗？可以，不同风格啊。是，好，那我旁边就是，来吧，自己来介绍一下，还蛮弱的，阿辉。好的，你是要讲辉仔吗 ？OK 啦，阿辉辉仔，多多人叫嘛。是我们的男优，是的，阿娜，希望我们今日团的所有表演，大家会喜欢。好，接下来就换我啦，好像从一开始唱，唱完就开始连麦。对，然后就为了后面丰富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我啦。接下来再来这一首，也是一首。